那一刻的触碰像有一个回应，难道你在偷听内心的私语，越若无其事越急促了呼吸，极力掩饰紧张却明明在意，那一秒的对望像凝结几世纪，最舍不得的却是把视线转移，连微风也想撩动着情绪，用力猜测彼此眼神的意义，心中